好，我们开始上课。这个上一次谈到方剂组成的变化里边的药位增减的变化和药量增减的变化，下一个呢，剂型更换的变化。中医学呢，在长期的发展中啊，这个用药方面形成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剂型。这一剂型呢，它和它药效的发挥直接有联系。有很多剂型都有相应的、适应的这个针对一定的病症、针对一定药效发挥的方式程度，是为了适应这个病症的需要了。所以呢，剂型。首先，把它应当看作不仅仅是个服用方便，服用方便仍然是需要的，但是很重要的功效的发挥，它对功效发挥的直接影响。现在容易形成一种误解，选择剂型，那就是一个方便。这个方便呢，应该在保持疗效的前提下。那要方便，几方面要兼顾。那我们如果一个方剂改变了剂型，首先应当看到它可以直接改变它的一个功效发挥程度，或者功效发挥速度。这个我们开完一个处方以后，都会要根据病人具体的病情需要来确定。我是用什么剂型？汤剂呀、丸散高丹呐、酒剂呀、等等。我们教材后面呢，有一张剂型，介绍了以传统剂型为特点的很多不同的制剂形式了。我们在这里讲的剂型更换变化，是侧重在不同的。剂型变化呢，可以影响到这个功效，甚至于组织的改变。那了解了这一点呢，有助于临床上重视，确定处方之后选择合适的剂型。譬如我们从古代来讲，仲景他选的剂型是很讲究的。我们这里举到的理中丸和桂枝茯苓丸，都是仲景方。理中丸他就强调，他说丸不及汤，丸不及汤这种呢是改变药理，这是临床上用的最多的，汤剂发挥作用最快，丸者缓也，发挥作用比较缓慢。那你在临床上，针对这个病人是一类慢性病，那你当然你说用丸药缓治。如果这个譬如中焦虚寒，腹痛、喜温弦、疼痛还比较突出，为了比较快的缓解症状，发挥这种温中驱寒作用，你可以用汤剂。所以，从这个需要发挥作用的这个从程度啊、速度啊，这来选择这一点，理中丸改为理中汤，从它药味这些都是不变的，充分体现了它能够改变药理。就拿九味羌活汤改为九味羌活丸来说呢，它可以改变功效组织。可以改变功效值。九味羌活汤原方它是用来治疗外感的，外感风寒湿邪，内有蕴热，外寒内热，外寒的风寒加湿，风寒湿邪，内有郁热。那作为丸药来讲，它就治疗以内伤杂病或者痹症这类为主。
我上次讲到过，王浩古的书里特别提出这个方案，不仅解离伤寒是表证，是内科啊，他说治杂病如神，尤其提到了治痹症，以丸药有效，用丸剂，从九味羌汤改为九味羌黄就变化。为什么呢？丸药它发散力量小，那你用汤剂治外感呢？外感需要你发散力量大。所以过去我们有很多啊药厂大规模生产九味羌活丸，标签还是写的是外感风寒湿邪、风湿感冒啊这些，这个是不符合的。当然作为服用来说呢方便，这买了就是，效果呢没有九味羌汤汤剂啊是外感好，这个应该认识到。而且有的时候呢剂量改变了，那个剂型改变了，功效主治可以相差很大。桂枝茯苓丸改为催生汤，催生汤基因纲目上的。另外呢，像夫人、大全良方这些上用桂枝茯苓丸也有改为汤剂的，治疗啊。像死胎了、抱衣不下了，它都不是用来缓效增快。桂枝茯苓丸主治啊，退化瘀、祛痰啊，缓效增快。活血化瘀结合呢消痰利水，缓效增快这个作用。针对了呢，它是人臣胎动不安呢，此为针固害。那现在呢临床上用于像子宫肌瘤一类，那大家公认用它都是有效的。用丸药可以服用时间较长，药力缓和持久。的确我们用的时候很多病人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病程用啊半年一年这样用，用汤药不行，用汤药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出问题了。这个所以他用作为催生方也好，下死胎也好，或者用于治疗包衣不下也好，那这个方面它不是缓消了，它化瘀甚至破血力量就会太过。作为汤剂的话，用丸药缓图这就体现消法啊，体验消法。我们记得过去有一个病例了，这个基层的，我们四川省宝兴县，宝兴县就是出大熊猫的地方，四川的大熊猫呢最有名两个地方，一个宝兴，夹金山下面啊，那里有自然保护区，那里的熊猫过去都出国的熊猫，那个熊猫更像猫。另一个保护区呢有名的产量很大熊猫，那是卧龙，大家都知道保护区，那里的熊猫呢更像熊，区别在于鼻子呢圆而短的像猫，很漂亮，鼻子长的呢像熊。所以这个现在在台湾人叫熊猫还叫猫熊啊，叫猫熊，可能猫比熊更可爱一点。那这个保护区啊，那里我们去看，那个时候啊开始没去看病，是有的病人跑到成都中药大学来看，那子宫肌瘤就用消法，就是桂枝茯苓丸为主。桂枝茯苓丸它配成丸药以后，整体辨证论治呢结合逍遥散的加减方呢，汤药丸药结合，因为逍遥散加减方不是需要天天服，他那个每次这个现在个体户做生意经常要
跑生意不可能天天吃汤药，正好这个病呢丸药适合，所以当时这个方案是半年以后他每月来一次看一看检查，这个很稳定在缩小，哎，这个整体状况也不错。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有一次就到这个因为他不是隔了一段时间看一次，带研究生到宝兴县啊，这个带两个研究生去，就在那儿带他临床看病。我跟陈超祖老师，我们老主任一人带一个。在看病的时候呢，原来看这个病人宝兴县的，他家属来说他住院了。哎，怎么住院了呢？大出血。我们得去啊，到县人民医院看一看。看一看他拿出处方来，啊，他就啊丸药是在吃，但是呢，就其他医生啊，因为到成都来有时候我们没有在嘛，这个其他医生也开了桂枝茯苓丸，根据原方子，开汤药方里开了桂枝茯苓丸，吃一段以后就造成出血很多，那当然，正好我们在那里一两个月。我记得一开始就用逍遥散啊，黑逍遥散生熟地并用啊，来这个啊结合黄芪这类的固摄来调整。以后跟他讲清，你这个主要吃丸药，汤药不能吃，那个活血太大的。哎，我说本来这你改成这个汤药以后啊，桂枝茯苓改成汤药以后啊，它是下死胎方，怎么能够用汤药呢？要用丸药。所以像这一类啊，就是说剂型没有把握好，功效主治会改变，功效主治会改变。过去教材里还引用了啊这个剂型变化，你比如说紫竹汤，《金匮要略》的紫竹汤，张仲景的方，他治疗水饮啊，中焦这个水饮停虚啊，他说心下坚，心下坚，心下是胃，坚就有点硬啊，心下坚大如盘，面积像盘子啊，当然汉朝的盘子不会有太大了，边如旋盘，它还会动。心下见大如盘，便如旋盘，吃水饮所作，紫竹汤主之。用紫是白术两味药，作为汤剂的话，白术燥湿，紫是导滞啊，下气导滞啊。用汤剂，汤者当然速度快呀、啊，药力大了，它治疗水饮。李东垣把它变成紫竹丸，紫竹丸变成丸药，就成为消了。消是导滞，消补兼湿，脾虚实积的清症。后来也就紫石白术这种配伍，从仲景后来到啊泾原以后，人们经常这样的一个配法。哎，这两个药是一样的，当然李东垣为了配合加了点荷叶烧饭为丸，荷叶啊醒脾呀、啊、醒脾开胃啊，烧饭我们现在所说锅巴，做成复形剂啊，啊做成丸药，但作为主要的两味药是一样的。当然他因为添了一点啊这个荷叶烧饭，没有把它作为典型例子，这版教材，但它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剂型变化，功效组织变了，从消除水饮的方变成了消食导滞的方。所以不能轻视这个剂型的
变化对功效组织的影响，啊，这部分金刚文变化主要体现这个方面思想，主要体现你在临床选择的剂型要确保它功效的发挥，不要使得你的剂型啊影响了应当有的功效发挥，改变了它应有的功能组织，那样达不到目的。所以这个我们教材上啊有很多方有一定的剂型一定的服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哎，古人这个方面很仔细很讲究啊，因为科学方做成丸药对吧，寒化，那现在我们也很多寒化了对吧，大家如果吃到任何片了啊都是寒的，不是一下就吞下去了，那科学方这一类呢啊用作寒化，它作用上补，徐徐发挥作用。哎，这个朱丹溪在用的时候很关照这个剂型和用啊服用方法，所以啊一定的方剂要求一定的处方，我们有些方剂也可以根据它病情变化你来选择它或者改变它剂型。那总的来讲呢，剂型慢性的啊疾病，缓治性质的疾病用丸剂啊这类比较适合，急性病病程较短用汤剂比较适合。哎，那这个呢我们后面要讨论到主要的传统剂型啊，主要传统剂型，前面呢讲了这个方剂变化的三种基本形式，三种基本形式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运用方剂啊正确的方法保证疗效啊，保证疗效，这些变化呢可以结合运用了。我们讲麻黄汤变为大青龙汤，严格上讲它既有要为增加这种变化加石膏加姜枣，又有呢药量，药量什么麻黄加倍了，而麻黄加倍要注意没有改变主治，就是主症啊君药啊没有改变，它是为了保持这种新闻发散的力量，你有了啊如鸡子大的石膏在这里，它会减弱它的这个发散力量，所以它加倍增加是这个意思。所以主病主症君药没变，它仍然是属于啊药味增减变化为主的。我们刚才说紫竹汤变为紫竹丸，虽然加了这个荷叶烧饭，但这两个药比起紫石白术来讲，这两个是主要药物啊，汤变成丸剂复形剂，丸剂需要复形剂，选择了这个复形剂，所以总体上来讲它是属于剂型变化以后功能组织发生变化。那在这里呢这种变化要注意，这种变化了它是属于君药不变，君药变了另组新方，另外组织新方了，那相应的剂型也好这些也好那是新方里你确定的，所以在这里你就没有用小建中汤和桂枝汤关系说它是药味增减药量增减的一个综合一个结合，这个不能说它是另组新方。尽管从组方思路上来讲把能够解表调和营卫的桂枝汤啊用到调和阴阳双补的对中焦脾胃阴阳不足的啊有表道理了，这个从思维上调和营卫调和阴阳是一致的，但是作为主病主症是变化了，君药是变化了，所以这个是另组新方了。
啊，另组新方。因为很多同学在初学时候啊，最容易把小啊桂枝汤变化为小建中汤，把它看作是药味变化或者药量变化或者一种综合。啊，它实际上是另组新方。我们所讲方剂变化是指的，你在确定了这个病因病机，选择了方剂以后对它进行变化。啊，这种变化不应该变成另组新方，啊，不应该变成另组新方这个概念，要搞清的。而其中谈到有些变化里头影响功效组织，影响功效组织是提示你呢，选择好方剂以后，你不管药味药量进行变化，不要影响你已经确定了的，啊，体现的功效，针对的组织，不要影响到这个。下面一张剂型啊，传统剂型很多，按教学大纲的安排呢，这一张啊里面只有一部分，最传统最常用剂型呢，作为这个二类内容在这个课堂教学啊，其他的主要部分呢自学内容三类内容啊，三类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个很多这个剂型内容和中药里也谈到一些剂型，而这些呢作为自学时这个学生可以完成，包括剂型的后面一大部分以及煎服方法跟中药里呢也有重复。为什么？你既然方剂不写煎服情况的话，后面的具体各论的方剂里它都有用法，你前面还要提一下啊。但是煎服方法多了呢又容易和中药学重复，因此把大纲调节它作为了解内容，等于说是自学为主的。剂型里主要讨论三个，在传统剂型用的较多的汤剂、散剂、丸剂啊，汤剂、散剂、丸剂。这个汤剂呢，汤者荡也，这都李东垣总结归纳，汤者荡也。这所谓啊，这个荡，形容它发挥作用快。为什么疗效发挥得快呢？汤剂它容易吸收，容易吸收，吸收快，所以疗效发挥呢比较迅速，这是它的优点。所以对于病情较紧急的是比较适应的。同时运用汤剂呢，可以灵活加减，全面照顾。灵活加减、全面照顾，实际上整体动态的，符合整体动态的要求。那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当中基本特点呢，整体动态非常重要的，那汤剂很灵活。直到目前，汤剂还应该说是中医临床运用最多的，啊，最多的，还是一个主要的剂型形式。哎，这一点在不管我们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香港这一地区，以及是海外，很多愿意吃中药的，他都还知道，就是说，吃汤药来得快，哎，这是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缺点呢，耗费药材，啊，耗费药材。的确，对于药材的消耗量来讲，汤剂消耗的多。将来中医要走向世界，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要想啊，想吃中药的，采用中医方药形式治疗的，啊，那整个我们全球可能会越来越多。那这主要是靠中国在供应这个中药的话呢，这个药材来源将来也是个啊很有问题了，所以它比较耗费药材，携带呢不容易。
这个不方便大生产，啊，但是人们也想了很多这个方法，很多方法。你比如像这个，我们很多医院里也有啊，像这个8年前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哎，他们就就表演看病了，啊，他要求你就是说你问病人，问诊当中为什么问这个。那你也要道理扩音器里讲出来，从这个是了解什么啊，判断什么。哎，我就想，我说这么看个把小时一个病看了，那个回去煎药这些怎么办？看完一个病人就在旁边休息室休息，过一会儿他都吃了药了，他自动熬好以后，一个袋子一封啊，有一袋呢你吃了，另一间呢你带回家，啊，也想办法来这个便于携带，哎，那过去有的一说吃汤要带起来很麻烦，啊，你看《人民日报》过去登过一个照片，我都记得印象很深，外地的当然很相信北京，都跑到北京来这个。中日友好医院检查设备很先进，那个时候啊，检查了，然后呢请中医研究院老中医开药，老中医开药呢告诉他，只要你拿回去这个方药吃2到3个月啊，那他就想想我在这儿看的病，这里的药材肯定好啊，因为也知道中医讲究到底药材的，这个老师开这个方，他就是肯定开惯了这个医院抓出来的药。记者采访他呀，哎，他就抓了72副，72副药要运到外地来要运走，那怎么办呢？他这个这出租车也装不下呀，要往火车站送啊，哎，去一包也不小。装在一起弄三轮车，现在我觉得很少看三轮车，那个年代三轮车往火车站拉，记者拍了个照片呢，堆起来的药包了一盒子，装在这个高度就把登车的背全部挡完了，哎，当然从记者的角度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药怎么这么多啊，当年还有公费医疗这些，哎，从我看，我说这个携带是很难呢，哎，比他的行李大的多了，那是，所以不方便携带了，哎，那从这个角度，人们喜欢玩药了，啊，从大生产也不方便，那西医它的药物是大生产的，哎，那中药是每个药由于它照顾整体动态，个性较强，所以呢，它也。要小生产方式，而且汤药呀有很多药物的成分不容易煎出来啊，这个受成分溶出的这种溶率的这个影响啊，这个某些成分还容易挥发，在煎熬的时间上火候上这些呢很讲究，那现在也是现在或者目前影响疗效的因素，大家不至于能够那么时间都比较紧，不会到注意到这么具体，服用当中不方便，有部分药物呢口感不好，这点呢尤其在国外，哎，你叫他吃散剂量小一点的装装胶囊啊或者怎么哪怕苦了一口就吞掉了，他外国人可以，但是呢叫他吃汤剂啊，他说那个实在太不适应，还有一个不便于保存啊，当然周围城市好一点，你说在台湾给他们开汤药开了有很多在大陆要做生意来回跑，他这趟去又是2周啊，这趟去1周来回再来复诊，他说这一周的药我就在家里把它都熬好了，哎，刚好放冰箱，然后呢坐飞机一到大陆一到马上又装到冰箱，哎，他说
因为去都秋冬天了，秋天冬天还可以。如果夏天的话，你早上出发到香港转机到，比如到北京，下午打开已经坏了。哎，那地方很炎热，所以啊，从保存来说，啊，容易变质，这些也是它的缺点。所以每个机型有它的优点，有它缺点，有它适应的这个啊病症。那这方面需不需要改革呢？是应当要改革，随着走向世界应当改革。改革不是很轻松的，几千年形成的一些啊探索啊积累经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剂型，你要保证它的疗效为前提，然后再来考虑啊它的节约问题好，携带问题，不变质问题，哎，这个嗯某些啊某当然成分不易检出的中医做成丸药，做成其他的剂型了啊，也就是保证疗效基础上克服它的缺点。你别看煎熬那一下，人们做过实验，福建呢很早70年代做过实验，小青龙汤，他们的小青龙汤，开了小青龙汤，哪个要多少哪个要多少，病人到药房去以后，他折算你多少克小青龙汤，70年代那是多几钱小青龙汤，他算出相当于呢几毫升那个水，他单位要的，就把它呢倒在里边，那八味药相当折算全部倒在里头，就小青龙汤就喝掉了。但是后来这个药理研究啊来对比啊，单位药那八味药分别的按照那个量做出来的啊，和那一起熬过的，就实验本身反应的作用都不一样，临床也是这样。哎，最后不是余长荣他们的书里就写了这个实验，写了这种情况，哎，写了这种情况。所以你煎熬一些，煎熬的过程当中，它要起那个作用。哎，不是说你单位一味一味拿出来就放在一起，那是混合物。哎，那不是化合物，大家有基本知识都知道混合物的各个啊部分的性质它是不变的，化合物是结合产生了新的东西。哎，这种混合物化合物概念的有点像现在中西结合式，我不是说开张中药房只有开张西药房我就中西结合，什么叫结合？结合是化合物产生一个新医学，既不是中医又不是西医啊，那是一个新，这是化合物。现在这个结合它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物理现象而不是化学现象。那我们啊有些各种大家做过这个剂型改革方面的实验，如果像刚才说那种路子通当然很方便了，哎，你提取成分也好，单位药你把它煎熬浓缩也好，然后按照你开的方你斗在一起，当时病人就喝了。但是最后药理实验和临床观察证实代替不了小青龙汤，哎，那说明它煎熬过程当中它也起了变化啊，起了变化。所以这个是剂型改革的研究是长期的，完善过程不可避免有一种反复啊，哎，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下能解决问题的，应当看到这一点。单纯想要急功近利，有些呢只会走弯路了。这个散剂呢，李东垣说散者散也，散剂散也，第二个散字动词发散啊。那这个散剂呢一般分为这个内服啊外用两类，内服又分为两种，所以有的时候教材上它名字叫生灵白术散、银翘散啊，这个散那个散，那你要注意它是
元方用的是煎散剂，还是用细末口服那种散剂，这两个不一样的。哎，你像那个川芎茶调散，用茶青调服；参苓白术散，枣汤调服，对吧？那直接吃的那细面，共为细末。哎，那银翘散它写为粗末，要粗粗末。它之所以做成散，哎，它也是一种节省药材，便于煎出来，便于煎熬出来。包括百度散呀，啊，大量的散剂是有这个，啊，这是所以它分为内服，分为煎散、细末口服两种方式。外服呢，外用呢，那是治疗啊，外用，比如芦苇金黄散这一类，它和还和一些，啊，这个相应的。这个复形剂啊，便于使用啊，有的用油膏啊，有的呢，这个中医还啊很多散剂在使用当中还告诉你一些复形剂的治法。总的分类有内服外用两类，内服也有两类，而这个内服煎散剂带有汤剂的一些特点。所不同的呢，它都是用量较小，因为它做成粗散以后容易煎熬出来，啊。散剂的优点是，总的来讲吸收比较快，因为它带有汤剂特点，通过煎熬节省药材，从制作上，传统制作上算比较简便的。携带还是比较方便，因为它数量小了，携带比较方便。它的缺点呢，口感比较差，特别是那口服细末那个散剂吃得满嘴都是，哎，这个加减起来比较难。加还可以啊，你在这内行不喝的喝匀啊，碱就拿不出来了，啊，这是相对汤剂来讲的，所以它的吸收啊，成分的煎熬出来和吸收来说呢，包括口服散剂，它从它这个药力发挥来说比丸剂快，啊，总体上散剂呢，药物功效发挥。和吸收比较汤剂啊要慢，比丸剂快，介于两者之间，啊，这个它也有它的一些改变了汤剂当中的一些缺点是有，譬如便于携带啊、节省药材啊这些，但也有呢它的缺点，口感，有些吃起来比汤剂还难吃，增减加减。不方便，这是这个散剂。丸剂呢，丸者缓也，丸剂是我们在历代的古方里采用的相当多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们教材后面呢也有四种常用的丸剂的一个特点，包括水丸、蜜丸、浓缩丸，啊，这糊丸，这四类，这是指的传统治法里的这种四种。它共同的特点呢，比如优点方面来说，丸剂比较节省药材，药效呢，吸收起来啊，药效吸收发挥这个较慢，但是持久。所以有些我们刚才说像理中丸做成丸药，对于是中焦虚寒病程较慢的慢性病，那比较适应。它适合于久服缓治，这是一类情况啊，一类情况。
在服用方面比较方便，服用方面比较方便，便于保存携带，保存当然还是有一定条件，现在很多做了丸药放在冰箱里，相对保存时间长一些。这个还有一些药呢，只适合于做丸剂。你比如有些挥发性，芳香、挥发性强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呢，还有药物很药性比较剧烈，甚至于有一些毒副作用，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呢，也是做成丸剂呀。缓慢的一种发挥作用，不至于由于发挥作用过快造成副作用。另外，非常贵重的一些药物，所以像这个麝香啊、牛黄啊，这很多这个较贵的都做成这个丸剂做成丸剂。这是有些药物使用上的适应，还有一种病情的。适合久服缓治的呢，都用丸药。当然，在有些很多滋补类的，选择丸药也较多啊。滋补类的，它都是缓治，不可能速效，这类虚症，所以适合丸剂。丸剂很大一个缺点是不便于加减变化，不便于加减变化。经常遇到一些病人特别现代的人，生活条件好了，非常重视身体健康。像海外华人世界里很多那他就懂一些中药的特点。现在通讯很方便，有时候天天给你打电话，你开个丸药，他吃吃挺好，就告诉他丸药一次起码是，比如说。这次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中间看一看。他没有一礼拜给你打个电话，我这两天感冒了，还能吃吗？那感冒了，你先解表，当先解表，你先不吃。感冒好了，过两天我有点拉肚子，又不能在其中加减，不能变化。他自己有时候一个药停了很久，汤药的话呢，容易兼顾，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优点，所以对这类这几个常用剂型，将来的各有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当中呢，怎么样研究保持它的特点优点，避免它的缺点弱点，这是一个长期要在技术上、临床上研究观察的，研究观察的。这是剂型，我们主要重点讨论呢这个，三个传统的。其他呢，按照大纲，这是作为一个自学内容三类。因为全部按照课堂讲授的话呢，这个学时它有一个限制这个，所以按照大纲，这个属于三类。后面的教材呢，还有个煎服方法，也作为自学内容。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开始讲各论。